很美的画面，超级月亮这个周末又要出现了。因为星期天的上午呢，是月亮离地球最近的时候，又碰到满月，所以今天晚上夜空中会出现比平常大很多的超级月亮，而且亮度也会增加。运气好的话，今晚抬头就可以看得到了。一轮明月高高挂，有机会一定要向窗外望，因为今年的超级月亮大有看头。满月的时间点刚好跟月球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刻只差一分钟，而就在一分钟之前34分的时候，恰恰好月亮通过了离地球今年度的最近的一个位置点，所以呢就因此显现出来。比起今年最小的满月还大上12%，亮度也会增加。而迎接了满月之后，521清晨北部地区的民众还有机会看到暌违半世纪的日环食。在6:09到11:00，是整个台湾大概从鼻头角到新竹一带的这一条斜线，以西以北西北部的这一个小部分的区域，可以有缘得见到全部的这个环食的状况。虽然只有短短2分钟，但不出国就能看到日环食，难得一见的天文盛宴，肯定吸引不少天文迷起个大早。